可能应该浓的比我啊，应该还多，因为我看等级他已经超，要么跟我一样。对啊，好，直播再开半月我觉得二以十一前点四十，魔龙宝冠，好，请。以前挖矿还比较容易一点，这次还要打任务才有办法拿。啊，是哦，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就是纯粹挖矿挖护士。哦。話になったよ、モルガノス。哦，マジで。好，这个借我讲两句话。魔龙宝冠这一次做的是，ドラゴンズクラウンプロですね。这是龙王冠 Pro，里面有提升了它的音乐，所以现在看到听到这音乐其实是有 arrange 过，用管弦乐，然后是可以用原来 original 跟改变过的，所以画质部分已经相对提升了哦。这其实等一下往往看就知道了哦。天坑哎。好，因为派对里面还有供应商他们在玩猛夯，所以会有个会有一些这个聊天插话的问题，不过没关系，反正就是打对。等一下会请我们的阿姨来陪我们一起打哦。Okay. 요레이야아스나도가갔다뜬뜬뜬뜬어레키츠이나에아키라산호크이산네그니메요메요이짠드요스모오케이자하지마리마스카好，顺便讲一下，这个《萌宝冠》这一次 PS4 版的话呢，原则上跟 PS3 还有 Vita 的记录档是相通的，所以你是可以下载到你的 PS4 上面，把你的以前的记忆再来打哦。我们今天的话，我先用我自己的记录打，我们重新玩，好吧？先选比较哦，阿基拉さんが出した之前的角色，等一下哈。阿姨，这又是奥德加龙，又是那个长爪龙哦。阿姨按一下，阿姨你有按了吗？还有迪亚波罗斯，按了。好，龙弓箭手。迪亚波罗斯。迪亚波罗斯。应该不会是亚种吧？没有，一般的。啊，那应该还好吧？直接破关吗？继承记录长是，我之前自己有破过的啦，对。所以的确是继承破关之后，还有继续打一个什么塔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打了你死我活，所以好，稍等一下啊，调整一下画面。可以还是那やっぱり。OK。俺も SSD にしたい。行きましょう。もう諦めたよ僕は。现在 SSD 便宜啊。走走走，我的猫，不是 P， 应该是等 P 五比较好。阿姨，不要来吐槽好不好 ？P S 五啊，不晒，不晒，不晒。また誰だろ ？Friendly Fire。ルルさんがなんかやってんの？そうそうそう。あ、そうな。今ドラゴンズクラウンやってるから、PS4 プロバージョン。面白い。いや、全く同じ思うんで、やったこと。同じやつか。あれじゃ、PS3 とビーターの HD 版。被丢到垃圾桶后面了，靠腰。巨大な塔を。加油。我先吃猫饭。再过去。靠腰。不过呢，哦，这么快，来的，没事哦，你喝，哎，我操，我操，这个，降りた先におったってこと？そう，是，啊干。马上就死，好脆弱啊！喂，药水治疗水，等一下，阿姨，等一下过来一下。
就要开一下。いつの間に。全然関係ないとこ行けよ。待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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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けん。バジェルか。あぶねえ。あいつ KY だ。もうあいつの方向で動けんところにやられるとこだと。わあ、それそれ。うぜえやった。君たちはトマトの戦いで傷ついた女僧侶の戦士と出会った。やらしい。彼女は何者かの聖域を怪我し、魔界から悪魔の王を呼び出す儀式を行っている。さて、君たちはどちらの道を選ぶ？简单一点的啊，3打3过不了。哎，安全圈。We underscore KT 说这姿势，这是多么的撩人呐、啊！悪魔を退ける聖なる力によって、復活のための邪悪な儀式を阻止するのだ。你的幽灵打不中。哎呀，打不中，打不中，对不起，不行，要打那个，妈的风嘴壳，靠，这个要怎么打？我有点忘记了，幽灵打不中，是要先点灯的、啊，那怎么这个莫西？啊，要火把，火把，用火把打他。你火把怎么拿？拿日暗攻击钮啊，靠近的时候。啊干，那是被戳死了。Oh, shit！别人去拿火把挥他。水哦。我应该把那个伙伴加入的功能先关掉，自己有时候会跑出那个电脑 NPC 来，臭听，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啊。哎，你那边十字钮啊是可以选择，你把它选到补血，就是可以切，对这个，然后你。打的时候如果没血的话，你就按三角形，它就会吃了。记得看看。是啊、欸。三角形好像不行。满血啊。我没有满 血啊，但是我要吃什么？嗯？奇怪啊，要按上或是下了，是不是？我记得按下还可以。使用的话按下。满血。嗯，对。可是你已经满血了。没差没差。对对，どこの毒やこれは。なんそこ毒のどこの葉っぱが割れとる。ガリランコするやん。うん。ガシェ、我会烫到。ここからの毒めっちゃ効いとる。だ、我会被这烫死。お、誰か V 破壊じゃないです。ん？ここか？あ、そこだ。Nice.
ナイス。あれ？おお。倒してもだ。大丈夫。うん。クレイさんがちゃんと見とった。あ、すげえ。スーパースー。待て待て待て。スーパースーパースーパー。あ、そうだそうだ。やばい。おお。違う違う、これ違う。どれ？ここ。上で上、こうやって俺とか俺もダメだったわで、プロフォアで無理だな。よ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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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那个大风波強。さてと、そう、毒瓶、二段、何それ。二段ね、何、流水、水属性と、気絶単性か、いいかもしれんな。え、待って、気絶めっさ欲しいんだけど、俺気絶単性耐性だけ、あれだろ、あの、ピヨピヨにならんってことで。そうそうそう、いや、めっさ欲しいじゃん。だいたい死ぬ時ってピヨピヨになってくるんだよ。ああ広げ切れるん、あるね。最優先でつけたいわ、ピヨピヨ。不是的，这个几个。嗯？ああ、オドガロン楽そうだこの4人、マジで。マジでじゃね。勝利だったらめっちゃ嫌なんじゃけど。まあでも、強肩でやってみると絶対楽だ。エドガロンと刀剣マジで相性がいい。攻撃戦とか使っとる？俺毎回全部買っとる。買っと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こまで。でも気づかんうちにあれでお、あの、もっとって。君はルカインが言ったルーンの発動方法を覚えているだろうか。この先で行く手を阻むゴーレムを攻略するには、結構何々袋とかあれ結構足りんで数。ああ、確かにね。继续一样的吗？国剑比吕说：“高改魔龙宝冠哦。”国剑完成。神殿を守っていたゴーレムは。悪魔の力で今や彼らの味方だ。おしゃ。いやそう。哎呦，哪一只？国剑比吕说：“原来是魔龙宝冠，我还以为是圣女之歌。”安德拉，是是是。OK。敢挂了。我没有扣血，没什么都在扣。用炸弹打他是不是？哎，地上捡炸弹丢了，按三角形已经开了吗？开了，开了。喂，哦，我的，我怎么都没有印象有打过这一关。安德拉斯的拉曼达托里。在他后面打了，去啊！看，剩一次接关了。左上角那个血数字就是接关数字。啊，被听到了。要砍到超痛！哎呦，
好恐怖。小心啦、啊、哎人家扑了呀。敢他扑后面呢、欸、还是。We underscore KT 说聊天室会挡到第四名玩家的状态。这不要卖。第四名玩家是 NPC 啊。上次还他是死不完的。但是我们会死啊完了。刷塞啦。接关要扣钱呢，扣就扣吧。哎，也要用炸弹丢他，砍他没什么屁用，他都不扣血。别挂了。我靠！哦吼！拜拜拜拜！炸弹都快挤在一团了。两个都有。哇！呀呗！阿古頑張れや。いや、アイのアホは全然俺のこと聞いてね。记得捡炸弹哦，要捡炸弹，捡炸弹按三角形，然后丢出去按方块，好不好？啊，完了！炸弹了。有啊，地上有箭头，那个就是，稍微要绕一下，怪很多。拿到以后再按方块丢出去，万一砍他根本不痛了。他不是怕炸弹的。哎、欸，以前打有这么难吗？超难呢、欸。啊，是因为我难度小普通的关系。弟弟要拜拜。快赢了，快赢了。哇 shit 哦！安全圈。やべ、もうしばらく安全をやってなかったけど、わからん。確かに全然わからん。又终于炸到了。うん。つい。神殿の祭壇に聖印を掲げると、無数の光の柱が天から降り注ぐ。どうやら君たちは悪魔の王。看，接光花了不少钱。阿姨，请按圈圈。噔噔。好的，下。你接光要花多少钱啊？我刚没仔细看，它越接会越贵，就是在你那过关的过程当中了。哎、嗯。OK。今天的话，能拍到。哦 ，nice。我先看看呢，设定一些东西。余力量表显示一下哈，伤害值。显示累积伤害。哦。这是啊，役に立ってない。あんまり頭にこだわらない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加入 NPC 停用、Close Play 启用、配对全世界。哎、欸，要换角色吗？啊，不用好了，继续。不用好了。嗯。等一下哦。哎、欸，应该就已经有选到了。待て待て、ドキドキさせるよ。
是吗？嗯，有吗？哦，看一下，我先看我的装备一下啊、哦，我的装备都烂光了，妈的！干，可是我想换角色，等一下，呵呵，这只好难用哦，等一下。こいついつもよりでかくない？でかいかもしれん。しびれも使ってあるぜ。好像都是很难用。なんかザコがおる、うざ。ああ、カちゃんもいる。OK、OK、OK。はい、欢迎选。話した。ザコにめっちゃやられる。可是这样好像会重打。啊，是冲打、啊，因为他是抓那个角色的，算了啦，我还是用我原来那只。看我刚才那只好难用，对啊，但我以我的为主。你的话你随便选都可以，看要不要换一只骑士，不要选上面两只，那个很难用哎、欸。确定那个用看了说好，所以超难过，应该说以你现在的玩法会很难操控。イニシエのドラゴンを倒すためには穀物の大部分が必要だ。ナイスナイス。好，衣服全部都坏光光了，要修。二至十七。ナイス、助かり。なんで？痺れ、カイロにやられとるこいつ。ナイス。あ、鉴定。等一下哦，我先鉴定东西。いらっしゃい。どれにするの？没有全部鉴定 ，OK。你打吧。嗯。阿姨，你再进去，你可以鉴定。刚刚我捡东西哦。我鉴定。你按，对，他关卡里面打。回家之后就。哎，你东西是零哎，这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换角色了。啊，对哦，你换角色，对，那我装一下。持有物，装备会坏掉，这是超麻烦的。真是。どこじゃ？あれ？我看。看结果。结果都是武器，好惨啊！其他都坏的。守护者之靴啊！快死快死快死哦！哎、欸，那你呢？整个在乱多一通。新兵新兵机，我去！我短弓要抢哎！喂，みんな殴ってしまう。好的。三角冰弹。好，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嗯，好的。どこまで戻るんやこいつ。じゃあOK。可以先回りそうでめっちゃすげえ。すげえ。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OK は。OK。プロットるな。こいつの数俺まだ覚えてねえの。アキラちゃん、俺もそのユニコーンソード欲しいんだよ。キリンか。迷いの森は来た道を見失うほどに同じような森林がどこまでも続く。森から出る道を知るのはこの森に隠れ住む忍者だけだと言われている。立って立って立って。わあ、不会吧。对。你玩弄。哇塞，超强。そう、防音と回避。対爆。对，我刚刚没办法调那难易度。
ハイボール。あ、可以骑剑舞。ハイボールってやね。ハイボール、ボール。强啊，可以骑呀、啊，可以。靠近以后按三角形，这边有一只。天哪！やっぱ待機絶欲しい。あれ一個でも出りゃいいんかい。おじいこんばんは。いや、没睡。いや、三つでちょうど。おほ、超帅。完全に回避だった。靠剑齿舞来打。哦。这是有两条剑是不是？啊？この玉で首飾り作って、然后奇怪你怎么一边玩三国无双一边，哎，でも装備に三つぐらい入れれるだろう。だけ三つあれば。考えつぶやきや。あ、そういうこと。ゼノシーパー出たよ。行く？ここや。あれも装備かっこいい。あれでもあ昼見なんとかだ。まあ行こうや。行くなら。弓のなんかも異様な気配に君が振り返ると弓なんかあったかな。岩の上には迷いの森の忍者が立っていた。森を抜ける道は2つある。一つはあれ確か他の装備でもあるんだよね。死んでおれば根本过不了。君たちは忍者に教わったように、まあまあ、地底湖を船で行く。この水路を行くのが迷いの森を迷わず抜ける。俺まだあれ一人でしかやったことない。え、ゼノシーバよ。ラスボスだろ。うん。うん。俺毎回一人でやっとる。え、アースがやったんじゃない。アースかとか我はそうだ。忘れとった。アースあの時眠たすぎてさ、全然感動してなかった。うん。てか多分動いてないだい。感動しなくてもいいよ。やってない。本当に。どうでもいいです。あれはただの苦しみだけ。感動なんかじゃない。よし。よし。あ、靠背、ジュジュ、おー。自己都快退哭你最后了。是哦。诶，对啊，之后是跟那个打倒的那个数量有关系哦。就算很完成的那个任务的那个东西一样啊。诶，哦，攻击力超强。阿姨要打那个蜂巢，打风筒才用，我帮你打下面。RoboCop， 机器人。哎，先等一下，把它打爆了。机器人怎么？好，打爆了，打爆了，我们可以拔了。为什么会有机器人？你阿姨的妈呀！我也不知道。爆的，来的。早速かい。お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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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トエラ。頭頼むわ。V 破壊したい。痛いところだが。俺双剣だけ頭いかんもんだよな。
Oh shit!对。哇，这关打完我就要来睡觉了，有点不舒服了，还是感冒了，他妈的！可是啊，结果好放弃，都在这个都在对呀、啊，衰干就是。这告诉我们，就是放假不能大解放，该睡还是要睡。他妈又乱掉，以后就感冒了。fucker， 才四十岁而已，真的差。这就是没办法。哎呦，是哟，你看，阿布奈。那三十几岁的时候超坏。其实我想想，阿哥身体根本没有好。没办法。Ouch！ 我的鱼好鸡歪哦。しこたま水は飲んだが、君たちはなんとか溺れずに浅瀬に泳ぎ着いた。凤凰、鸟。哇，好厚，就挂了。烧血，我跟没补一样。逃げろ。あ、大丈夫だ。あ、おっしゃ。あれ。ああ。次の段階。多分。この地面のあれが厄介なんだよな。やけどか。うん。逃げろ。やべえ、やってもうた。あぶねえ。死にやった。あ、逃げるか。戦俘。ありがとう。ナイスどうだった？分からん。とりあえず尻尾は任せてくれ。頭は任せろ。
ダメじゃん、あんだ、あれだけで落ちちまった。これはやばい。 Lee_KT 说对了，阿克聚会要去的店家你知道吗？大概知道，可能再请国建讲一次吧。国建店面是哪一间店？板桥的，我知道在板桥。国建哦，あれ、もうなくなった。板桥。板桥。国建だった。我记得是在后站呢、啊，然后到府中，坐到府中应该就走一段距离就有了，走个差不多5到10分钟就到了吧。就以前那个板桥创世纪那一条。板桥双日不知道有人知道啊那个百货里面是成现在是叫以前叫远东现在叫成品我这里也在哪个过一次一緒に哦もう来了やるか やべ自分で落ちるんだよなあはぁやべ可以复活，可以复活。好痛！哦、oh, ，shit！ 国建比旅说，板桥区中山路一段50巷4号3楼。国建刚抛了。Lee underscore KT 说，刚好你今天买的世嘉主机可以带过去测看看。啊，加油吧！国建比旅说。Game number 9游戏酒馆。对，游戏酒馆。反正很讨厌。Chance。主动决定一下。来吧。然后等级不太够，血扣了，超少。还是我难易度调比较。双标这么难。变成青蛙了。Lee underscore KT 说，摇摆摇摆，店家应该会有几片世嘉卡带吧？我猜的。哎呦，我记得那间店里面有怀旧的机子也有吗？还是就是有啊有啊，是哦。可是他是怎么借？就是。会不会我们去的时候很多人都借走这样？哎、欸，不好意思，都没机子之类的，不会啊，因为他那边其实空间可能都没有很大，大概啊是大概容量大概20来元差不多。哦、靠，错塞了！五六根啊！啊哈！接关一次要1000多块，我那时候赚了。来这个。可以撑过去。人人的。反正如果是算接关倒数的话，不然已经玩了几百块。不知道我怎么走。不知道这个。哪里？啊？哪里去动？欧货了。啊！我血。花钱消灾呀、啊！阿姨，你知道你按圈圈可以用魔法吗？有知道啊，有肉搏没有什么利用，对，还算特殊技。哎，今天有进来吗？啊，是。哎，我讲今天没来。没有嘞。他买了电脑。他一被咬爆了，哇！可怕！阿德今天有实况有开箱吗？没有，还没开啊。对啊，我说找个时间，那明天白天再开一下吧。行。你还挺好休息，现在开。哎，没什么，要看他，应该就是一台主机，然后因为他们不像日规那种超韧弄得很漂亮，就是。
就是美国的那一种，像欧美的包装的，就比较简便。那打开里面大概就一整盒，什么就是什么这样。但是，逃げろ、逃げろ。现在是货源有在缺，我看还有网络卖到3000多块这样子，那、我这赚到了，这赚到了，运气很好。之后可以玩几款游戏看看。对啊，刚好在雅虎不是在那个 PC Home 看到刚好有订，然后我就说好吧，阿哥嫂就帮我订一台，我就付钱。然后刚好那个。网络上之前呢，我那吴大的跟我朋友，然后说这个在哪里买哦，再po网站给他一次看，已售完。我想说，可是我昨天一整天都看到他还有在卖呀、啊，那我就去点了，没想到今天就没了，哦、好快啊！他可能其实放上去，我觉得其实他库存没那么冷，弄很快是不是？有放上去有人看到了。他有些他上架，他本来库存量他就是很大，因为没有看到他写库存多少啊，对啊，因为他不会写啊，他就反正他就挂那边，有点类似做宣传这样。了解。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还昨天跟那个嫂，我记得我是早上，昨天的早上看到，然后我还跟那个嫂去逛一下那个水族馆，然后回来再吃个那个什么刷刷锅。啊，然后一直到晚上我们吃完回来开直播之前，他才帮我订这样。因为我这一天都，我想一整天都没有结标，想说应该还好吧。就没了，好快呀、啊！そそっていくな、行きたくね。对，我家里面看是它是最便宜的，那它是2680啊，我买的是2580，还直接送到你家来。やばい。干阿姨打这关王，真的会把我钱花完的，太可怕了！接一次关要1000多，是不是？我现在剩多少钱？干越来越贵了呢！自杀了啦！干，没钱了啦！过来咋办？就开个就慢搏击，对吗？干，可是他自动接关，接个屁呀、啊！啊，因为他有支数、啊。あったっけ。Get over. Nice, nice. お、ナイス。お、お、やべやべ。い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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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超贵的。闪光弹聞くんかこいつ。哎，渣渣。没有，那是丢别的。丢别的。放弃了。パーティーは全滅した。全滅です。We underscore KT 对对对对对对说需要金币吗？请氪金，请氪金。这游戏直接就真的氪他游戏币了，氪金真痛苦，可以换经验值就是。阿姨，请安全。单立平一点都觉得一点都不划算。やばい。かかっ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よ。OK。上次 PS4 的魔龙宝冠。Nice, thank you. 哦。再通 ，Thank you。阿姨如何？还不错哈、哦，可以不用买了。Okay, 嗯、但是我觉得打起来，其实画质来讲的话，九万。完没有啦，那是它的关卡，其实要你是慢慢打，然后刷刷前面的关的。而且我觉得我难易度是调到 normal 啊。调到 easy 的话会好一点，那个超难的、欸，等级不够打那个关卡都会很僵这样，对、啊。哦，整个移植，然后你的游戏的记录档是可以共用的哦。PS3 跟 Vita 之前打过，你如果 PS4 版你可以下回来。然后重点是现在这些的音乐其实是它重新有在做，还有交响乐什么的，调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让它回到这里调。ありがとう。助かりました。游戏设定、音乐，发现他到这个选单好像没有办法。聞かんのよね、やっぱ。あの地面に落ちとるやつならダメだ。变更页面。リンが聞かんのんだ。
哦，这个先过的，要把机关。还是管弦乐版。现在我把它切过来就旧的。あの青いところあるじゃん、光っとる手とか。おお。就是原来的。ああいうとこ目がしたら、壊したら出てくる。对，要切过去，声音差蛮多的。なるほどな。噔噔噔噔噔噔。对，所以我觉得以音乐部分是提升了不少了哈。但游戏来讲的话，其实内容都是一模一样，有点是把它补成完全三种版本都有的《魔龙宝冠》哦，就是 Vita 能玩 ，PS3 也能玩 ，PS4 也能玩。Lee underscore KT 说：“管弦乐听起来比较大声吗？”对，管弦乐的声音比较饱和一点，就是它的声音的确是比较听起来比较饱和。但游戏的差异性不大，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了吼。所以如果你像顾尼，以顾尼来讲的话，这个买购买的那个欲望就没有那么高，因为没有太大的差异。差管弦乐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贵，啊、虽然才打过折扣才一千出头而已吧，我记得哎呀、啊，不过还是 OK 啦吼。如果之前没有玩过魔王宝冠的朋友，我是觉得可以玩玩看吼。对呀、啊，那已经玩过的朋友，其实红也不太需要多买，像古尼都不需要买了，而且我家里还有 Vita 版，我的老天爷，对，PS3 版我已经那时候有出手卖掉，所以没有，对呀、啊，所以就有空的话大家可以看了，我有朋友有买的话，可以找你们一起玩一下，练一练这样 ，OK。好，游戏本身单机是可以四个人玩吼 ，Online 的话我记得。你连进去之后是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连线，四个人也是可以玩。但单机如果不想跟他连线，单机直接去创角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创什么角都可以。像我现在是用 share play 方式，这个跟阿姨一起玩。OK， 好，那魔龙宝冠部分，我觉得今天就介绍这边了。后续的话我会介绍，不知道，只是今天稍微打出来给大家看。结论就是差不多，虽然是叫魔王宝冠 Pro。嗯 ，Pro 就是 Pro， 应该是有对应4K 吧，我猜，我不晓得。好，这个三更半夜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日本道明第二 part 哦。我身体有点搞，有点糟糕了，所以等一下可能就要先去休息。感冒啊 ，this， 感冒 this， 感冒就要吃露露。说晚安。露露，没有露露，露露感冒药。嗯，我爸每次去日本都要买露露。哇，被搅露露，好，谢谢我们的 K 一上，还有我们郭健 ，Nice， 还有说话我们这个魔龙宝冠的朋友，说、你上班命啦、啊，放假就生病，放假就生病，真是衰，所以我要回去，等一下赶快喝个热水，好好休息，好，那就直播到这边哦，明天的话应该还有其他游戏会直播哦，啊，如果喜欢我们的台，我们可以 follow 我们。对日本道明我们有介绍 NS 还有这个 PS 还有 Xbox One 跟其他的一些怀旧平台明天的话可能会做这个 Sega 的 Mega Drive Flashback 的开箱就这一盒的开箱买回来现在我也还没开不过里面应该没什么特别东西啊所以开了以后就开始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明天我会再跟大家讲。稍微开箱。不意外改できんかったわ。ありがとう。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感谢大家收看，大家赶快去休息我们日本大明下次直播见，大家晚安，拜拜。すみです。またね、はいはい。